今天和大家分享海贼世界中最美航海士雷霆女王娜美。白云宙斯表面喷了一层浅浅的珠光漆，阴影的层次喷涂表现力还是不错的，牛仔裤的缝合线还是挺清晰的，消光和阴影喷涂的也很到位，脚部细节也还行，脚趾上涂了一层指甲油。肌肤的涂装方式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，用了一些浅粉色打造出少女牛奶肌，身形的表现力也是很棒的。头雕的还原度我觉得差点意思，脸型立体感尚缺，头发的细节是刻画出了一点，发色的饱和度也算是不错的。透明剑的质感一般，光泽度不够润，天后棒就中规中矩，手部指针做的有点草率。宝箱特点的木质纹理和锈迹质感做的还不错，里面的金币财宝也有把一些细节给刻画出来，人物在肌肤和身形的塑造上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，我个人会更喜欢热酷版，把两年后娜美风情万种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评论区说下你们更喜欢哪个版本的娜美吧。